注意看，这个李白他不简单，同样的这个虞姬他也不简单呀，尤其是他这个二技能啊，几乎就没有停过。是的，没错，我把本局里的所有运行都进行了一个实施性的加强。注意看这个李白，前期他一技能的 CD 只有两秒，那么也就代表着李白你死。一觉睡醒，怎么对手还换了呢？但是对局没有换啊。孙策开船，先说满剑切攒个大招。说的，躲船还想跑？哼，两段一技能先不要用，再靠近一点点。没事，队友来了。好，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。一点小小的意外呀，问题不大的。来，孙策。孙策，我去，我去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白。炮子来了，先撤一下。想打我，再回来。这局自定义对局，我设置的攻击力是200%，所以说墨子的一炮也是很痛的呀。完了，妲己又来了，不要，救命，就这。围城不需要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是一个记仇的人，我只是喜欢吃雪包而已。当然正式坐一坐，节奏直接起飞。我这该死的，魅力呀！这一剑下来，说实话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但是对面也不赖，甚至我掉的血更多。既然打不过，那我们就带线。李白这么高的机动性，不带线那不浪费吗？这么一回来，就问谁能抓得住。守家是一件很考验心态的事。沉着冷静。哎呀，死墨子！好，不要管他，两段技能上狙击个平 A 画个圈后直接去带线，只要把线带出去，就还有机会。既然伤害高，那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。在虞姬没有反应过来开二技能之前，直接将他秒掉，那就能打。不然你想找他释放二技能的空隙，属实是不太容易呀。就比如这波，我上去想把这个塔推掉，结果塔没推掉，我还被消耗成残血。要不是这个二技能，我甚至还得交代在这，利用野怪回个血，再回来。是吧？我就说这个空隙难卡，所以说现在的逆风是不是又变得很合理了呀？这里由于每个人都捡了，再加上加的攻击，我技能释放的很混乱。但是这一剑就专治这种花里胡哨。嗯，套理我都懂，但你为啥还要放个闪现呢？因为帅。啥？因为怂？我就知道。不愧是诸神之战，大姐一个大招秒掉了满血的我，又一个一技能打出了我的名刀。可终究是我更胜一筹呀！最终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赢了啊，兄弟们！刚才是不是有啥没放完呀？啊、对，那个我把胡子反杀了，这都是粉丝，给他个面子，我就不放了啊。